嗱，好快又去到第二個環節啦。第二個環節咧就係講呢個即係上次我哋因為個風暴嚟緊咧，我哋就係有少少係提早結束，就係關於香港嘅歷史啦，同埋穿越圍城裏邊將會探討嘅一啲歷史嘅問題。我記得嗰度係上個禮拜二咧，我就講到呢、60年代香港總督戴倫子爵士咧係講四點關於中港問題同埋香港前途嘅佢個人嘅一啲睇法。戴倫子爵士咧就係、即係經歷咗中共喺香港喺所謂中共建國之後喺香港所帶嚟嘅政治破壞嘅高點，而喺個高點之下，佢係即係實施一啲內部嘅改革，同埋盡量去頂住大陸嚟嘅威脅。而係創造咗一個平台，當然佢嘅得力助手仲有夏鼎基啊，同埋好多殖民地嘅當時嘅主要官員係即係亦都係維持緊香港繁榮安定，同埋創造一個好嘅平台，引係俾佢嘅繼承人，即係麥理浩爵士咧，係有10年嘅香港嘅黃金10年，係嘛？咁即係其實。大家對戴倫子嘅評價唔多，對佢亦都唔好了解。但係如果你哋睇翻個歷史事實呢，佢亦都係一個盡心盡責同埋政績相當好，佢分析能力係相當大，佢抵受咗好多壓力嘅一個香港總督。咁呢四點就係咁嘅。第一個呢，就係話，無論將來嘅發展如何，香港嘅命運呢係由中國主宰嘅。即係英國要明白到香港嘅未來呢，係會喺中國嘅手上，而當然呢個中國就係1950年已經同咗佢建交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即係英國已經同咗佢建交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喺英國呢係冇美國咁樣，因為美國係完全呢係同呢個中共係冇邦交，直至到70年代尾之前。而係只係同中華民國有邦交，喺美國嗰個立場呢，係似乎呢係中華民國係代表中國，所以當英國認為將來香港命運只係能夠回歸中國嘅話呢，呢、这、一個呢係已經即係已經係講咗呢，就係中共將會主宰香港未來嘅命運，但係因為當時仲係1967年左右，仲有30年時間先去到呢個97嘅大限，但係。其實呢，亦都唔係九七喺戴倫子嘅角度嚟講，九七未必係一個大限嘅，因為當時大家已經知道，其實喺60年代嘅時候，中共係唔承認呢個三條條約，去到70年代，大家亦都知道，中共甚至唔認為，亦都係取消咗喺聯合國裏邊嘅香港作為一個殖民地嘅地位，即係如果香港又唔係由三條條約去界定香港嘅地位，而香港亦都唔係一個殖民地嘅話，佢喺九七前或者九七後喺任何時候收回香港，其實喺佢立場嚟講呢，係冇關，即係喺原則上係冇關係嘅。所以九七唔係一個大限，反而就話佢用咩方法收回香港，幾時收回香港，係完全由佢主宰呢個命運。第二點呢，就係。喺未曾能夠照顧到香港人嘅利益同埋英國政府嘅利益之前呢，係唔會同中共展開談判，即係喺時機未成熟之前呢，係唔會展開談判。雖然我哋知道，即係嗱，你要睇呢啲嘢，佢唔係公開講，但你可以睇到當時英國政府嘅立場就係話，我知道最後呢，我要放棄嘅呢個香港。但呢個最後呢，唔一定係九七，可以係九七之前，可以九七之後，係希望係九七之後，亦都唔係唔需要喺嗰陣時，亦都嗰陣時冇法子決定係幾時。咁但係佢要照顧香港人嘅利益同埋英國政府嘅利益，喺呢啲嘢未曾能夠得到保障之前，係唔會展開談判。嗱，呢個第二點。第三點呢，就係佢。相信呢係要尋找一個好好嘅契機，一個機會去同中共嘅政權去談判。但係佢做呢樣嘢呢，就希望能夠
在中共出現一個溫和的政權之後才會展開這件事。那我們要將個時鐘是回撥回這個六十年代的末年，當大輪子是看到的中國是什麼呢？那時候就是文革的高峰，是文革的高峰呢，不只是它基本上中國是閉關自守，和全世界是割裂，然後在裏面呢是造成大量的政治混亂。而當時的個個舉一本小紅書，即係當然當時不知道文革的破壞具體實質有幾大，但是我哋睇到咧就話成個國家的正常運作都被癱瘓。即係如果你講中共歷史咧，由1949年去到1966年咧，雖然中間有大躍進，但係基本上咧個政府嘅運作係正常運作嘅。就算喺大躍進嗰幾年咧，民不聊生，死了幾千萬人，中共在國際的談判啊，出席一些國際的會議啊，派一些選手去參加一些國際的運動比賽啊，它全部都是一個很正常的國家的運作。但是文革那幾年呢，它是整個國家是陷入一個瘋狂的狀態，這個在人類的歷史基本上是未見過的，所以這個呢就是英國政府就是說，即是第三點就是說大輪子的意思就是我們一定要等時機成熟，和找到這個契機 先跟他展開談判。但是他說一件事很奇怪，即是在第三點裡面他就說我們最好不要等到八十年代中這件事，我要再找多些文獻，因為大輪子的原文都是這樣說，就說 It was important to do thisBefore the economy of the colony starts to run down in the 1980s， 即係佢認為咧，就算等咧都唔可以等太耐，最好有一個溫和嘅政權出現，然後就即刻同佢展開談判，希望係有利於英國嘅利益同埋香港市民嘅利益。但係佢認為咧唔可以等到八十年代，因為等到八十年代咧，香港嘅經濟就會走下坡。我不知道為什麼大輪子會這樣說，因為其實在六十年代香港的製造業仍然是在一個高峰上面，甚至去到七十年代中香港都出現一個相對地的繁榮，雖然當時有西方經濟的衰退，有石油危機、能源危機等等，還有越戰還未結束，但是香港的經濟是持續增長的，整個七十年代都是這樣。為什麼他在六十年代尾可以看到八十年代的香港會出現一個衰退呢？我覺得這件事呢是可以慢慢去找多些資料 去尋找個原因，但我覺得即英國殖民地的管治官員尤其是在香港的管治的團隊，他質素非常之高，譬如說在橫跨這個六十七十年代，由這個 大輪子去到這個麥理浩這段時間，香港的財政司呢就是由郭伯偉去到夏鼎基，這些都是一些真正的猛人，真正的智慧的統治者、管治者，還有他們在金融經濟方面表現出非常之務實、彈性和很多創造性的才華，即是比英國本土的官員呢個技術還要高。咁所以如果佢可以預計到八十年代會出現一個衰退咧，其實我相信同香港嘅經濟能唔能夠成功轉型，同埋即係作為一個中級收入去到高級收入去嗰個瓶頸點樣去突破，同埋香港嘅製造業如果因為成本嘅增加同埋競爭力嘅失去，香港點樣可以實現一個經濟嘅多元化等等。我相信當時大輪子所想到的就是這些東西，因為香港不可以做一個單純做一個血汗工廠，提供廉價的勞動力就可以永遠這樣作為一個經濟的火車頭一路這樣下去，即是在六十年代末的時候已經是一種，我唯有四個字去形容，這個叫高瞻遠矚，我們一定要在香港仍然有利的時候去跟一個相對溫和的中國政府去做一個談判，然後保障到兩大利益，這個就是第三點。第四點就是說，在當時
雖然知道最後香港的命運一定要回到中國，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英國是沒有很多談判的籌碼，英國可能會是光榮地撤退的。第四點就是所有這些東西都不可以向共創表示，即是說我不能示弱，雖然我知道我將來會掛的了，雖然我知道我患了一個癌症，就算現在不死，將來都會死的，即是在一段時間之後呢，我們全部東西都會崩潰的，但是現在不可以向公眾說，因為向公眾說呢就即時會造作一個恐慌。這個就是大輪子的四點中港共識。這樣東西呢不是，即是對香港的一個看法，對中港問題的一個分析，不是共識。我覺得呢跟住落嚟呢，其實就麥理浩的十年的管治呢，其實是延續了英國政府和香港英國殖民地香港政府呢那種對這個香港前途的了解。所以呢就去到毛澤東死了，然後鄧小平上台呢，他們覺得個時機已到了，因為已經去到1979年，是吧，鄧小平未坐穩都差不多了，他是一個相對溫和的中共的領導人，所以我們要主動去爭取一個好的時機去談判。所以但是去到最後呢，個悲劇產生呢，就是說麥理浩所做的談判呢是完全呢是在策略上呢是犯了徹底的錯誤，就是你不可以在未有準備之前對一個這樣的政權用一突然襲擊，這樣說我們要講九七租約的問題，這個我之前都分析過了。所以就是大輪子做了一個前途的分析，甚至知道80年代之後香港經濟必須轉型，以及香港的優勢可能會在十幾年之後失去，他這個分析是非常透徹。但是後來的執行性，去到麥理浩的即最後期的管治1979年的時候呢，他用一個比較衝動和比較上是冒進的冒險的方法，去用一個香港租約到期作為一個前提，是擺上台突然襲擊這個鄧小平呢，這一樣東西呢其實是可以有更好的方法，即是你可以跟他摸一摸底，然後去到80年代慢慢傾，中間當然有很多的憂慮。其實我想由50年代開始，葛良雄時期呢，就有些高瞻遠矚的人士呢對於97那個大限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去到1979年的時候，香港的經濟和香港的民生呢，香港的整個金融秩序呢都不是太過憂慮，就是97的大限。即當然去到80年代中，就算你不提它都會成為一個很迫切的議題，但是不需要那麼緊張，在自己未有方案和那個方案可能對自己不利的時候，麥理浩就是在即完全沒有準備你就拋下去。其實麥理浩當時拋下去呢，就是他預期呢鄧小平呢是會因為中共需要香港的經濟支援呢，就會同意呢是跨越這個97的極限，令到97變成不是一個大限。但你真的你完全沒有知己知彼，因為鄧小平是其實可能沒有深思熟慮過關於97的問題，但是鄧小平呢是不可以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同意一些事先沒有準備的事，然後因為在一個權鬥未結束的時候呢，他就會被人家挟持，然後作為一個賣國，所謂賣國的藉口呢，是被他的政敵呢是將他趕下台的。因為鄧小平當時其實跟華國鋒還在那裡鬥緊，是吧，即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他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我沒得說了，我一定要收回。那一定要收回的時候，他是不是97收回不重要，但是97之前是不需要收回的嘛，因為97之後呢是英國政府呢是沒法子，如果即是其實三條條約的問題是什麼呢，就是新界租約是會到期的嘛，如果97的時候中英都沒有談判呢，即你當一路相安門事呢，就好像一個懸崖一個斷崖咁一跌跌落嚟㗎。因為去到97的時候，即97年1月1日呢
英國就不可以再在界限街以北的地方是做任何對香港的管治的。如果這樣的時候，英國是因為它 會出現一個、法治的真空，這個是英國人有的問題，是中國沒有的嘛。在中國來說，就說他根本什麼都不承認的，他喜歡明天走回來走過來都可以，他喜歡二千年之後走過來都可以，他喜歡永遠不走過來都可以，是不是他自己，即是領導人一句頂一萬句，他說了就算了嘛。但是當麥理浩擺這件事上去的時候，鄧小平是企硬的話呢，就即是說一個本來未必一定是大限的九七變成一個大限咯。咁呢個咧，我哋就會講翻咧，就繼續伸延落去講咧，就1982年戴卓爾去見鄧小平嘅時候，究竟個內情係點樣？其實而家所有嘢都解密曬啦，同埋戴卓爾喺90年代都寫咗回憶錄，講得好清楚，同埋當時英國嘅文件而家解密咗睇翻出嚟咧，係基本上係一樣，就係話鄧小平咧就同戴卓爾講，係嘛？你哋如果唔聽話，即係好簡單。鄧小平嘅內容嘅，即係用去形容好簡單，就話：假如你唔聽話，香港就會有動亂。如果香港有動亂，我哋隨時會收回香港。鄧小平嘅確切嚟講咧，就話佢當時話：我如果今日決定收回香港，我一日之內就可以佔領香港。當然呢個你可以話佢拋浪頭，即係話如果英國係用盡佢國家嘅軍事力量去防衛香港呢，其實未必一定會輸的。但是你知道這件事是不可能發生，不要討論了，這件事不可能發生的。即是香港不是福克蘭，福克蘭是一個得過幾百個牧羊人的一個小島，而且在一個海中心。如果英國要保衛福克蘭呢，它是可以用它的海軍空軍、去實行一個襲擊，然後它是一個離岸的小島，同埋佢對手咧阿根廷，但係香港係黐住中國大陸，同埋香港係一個經濟活動，係同國際掛鈎，同大陸亦都有聯繫，即係去到當時嘅80年代初1982年嘅嗰個情況。你如果你話同為咗香港而同中國打仗，你根本係冇得防守，但係必輸緊。所以如果中國話我解放軍咧，我會喺一日之內到香港，我哋會。我哋同你冇任何協議，但我而家要現時即刻實現對香港嘅實際嘅主權嘅收回。咁如果咁樣講咧，即係話即係呢個鄧小平嘅意思就話，我一日之內就會佔領你香港，英國佬只能夠退開。咁戴卓爾嘅回應咧就話，你係可以咁做，我哋都冇任何方法去阻止你咁做，但係你咁樣做，國際上會對你有批評。咁即係話你係做一啲即係全世界人都公認係冇道義同埋冇道德嘅一啲事，而係你會損害咗幾百萬嘅利益啊，即係嘅福祉。咁如果你咁樣做，我哋可以退讓，但係公道自在人心。但係鄧小平係知吾以對，鄧小平當然係一個強者啦，佢表現出嚟一個強勢啦，但係佢意思就話，我唔同你講是非，唔同你講道德，總之我可以咁做。鄧小平喺同英國嘅呢個對話咧，其實佢唔係覺得自己係一個民族大義，只不過話我係霸道，我中意啊，係咪啊？我中意啊，我任性啊。咁當然戴卓爾就會係當時係暗示中國係喺香港可以得到好多嘅經濟利益、金融方面嘅幫助。要搞乜嘢四個現代化咁，即係等等，即係麥理浩嘅時候都係咁講。但鄧小平就話，即係佢唔會講呢個問題，就話我可以咁做，我必會咁做。如果我咁樣做嘅時候咧，你所有討價還價嘅能力都冇曬。同埋鄧小平一路所講嘅嘢，呢、這個亦都係喺大輪子時代嗰四點裏面都講過啦，就係話可能香港會出現一啲亂局。鄧小平的意思就是說，如果香港已經成為一個，即是已經變成一個爛攤子，我就立刻收回。但是戴卓爾就說，英國政府不會令到香港成為一個爛攤子。但鄧小平的回應就是說，一些香港人、一些英國人、一些中國人，即是他說得很含糊的，你看回 那段對話，就說一些人，即是可能是英國人、可能中國人、可能是
他們的行為會令到香港出現動亂，但是不是政府的行為。其實我想，其實我們都不需要深入去探討鄧小平的意思，就是說你英國政府自己可能用盡方法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但是香港仍然會出現動亂。這些動亂呢，他暗示就是我們可以找人搞的。這件事如果你聯繫回六七暴動，你就知道為什麼了。我可以找人暴動，找人放炸彈，找人破壞你那個整個就是經濟命脈，斷水斷糧，是吧，諸如此類，對香港實施一個經濟封鎖，我什麼都可以。總之呢，香港總之出現動亂，我就解放軍出來。但是那個動亂在哪裡來呢？他說你英國政府不做，但是他自然會出現動亂的，這個就是一種威脅。我覺得這件事呢，就屬於就是我都講過了，就是這個聖經裡面所羅門王的智慧，就是兩個女人都說她是這個 BB 的親生媽媽。所羅門王說我將我這個 BB 切開兩半，一個要上橛，一個要下莊，是吧，就好像燒鵝那樣上莊下莊。但是那個親生母親呢，就是當然寧願不要個仔，都不想個仔會死。但是那個不是生產母親呢，其實她當然都不想要一個死的 BB， 但是她覺得個皇帝可能是真正是行使的權力，所以她就不計較，因為個 BB 死了她不關係的。即是說如果切開了你，即是皇上要怎樣就怎樣，你就切開給一半我咯，我們給了我可以丟了她嘛，是不是，因為她對那個 BB 沒有感情的嘛。即是這件事裡面看到呢，就說英國人投鼠忌器，對香港是有真正的感情，即是有一個道義上的責任。中共政權呢，對香港一點感覺都沒有，有的時候當然可以利用，沒有的時候我都不用死。因為其實大家都說中共不會對香港不利的，要對投資者放心的，因為呢沒有了香港中共不行。你想想他所謂大躍進，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困難時期，文革的時候民不聊生，由中共成立，其實不是中共政權成立，是由中共成立，1921年在江西，即是跟著20年代在江西的割據 AB 團事件，死了10萬8萬人，去到延安整風又死了一大批他本身的人，不停地拳鬥，一路去到1949年成立這個政權之前，其實48年長春圍城又死了30萬人，49年成立這個政權之後，即刻做反右鎮反縮反，然後一路去到大躍進，去到文革，總的來講應該死超過8000萬人。對他來講所有都不重要的，他對所有東西都沒有感情的，你將個 BB 切開兩半死了他不 care 的。但是他另一方面可以跟你討價還價，就是說他是找支槍指住一個無辜的人質，然後令到那個本身理論上不應該有感情的一個，好像一個警察，一個局外人，即是英國的角色，就說他們不是中國人，他們對華人應該沒有感情。但是一個正常的人，正常的政府，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是不可以眼白白看到這件事發生的嘛。所以呢，就是這個例子就說，當一個人空殘成性，他找一個無辜的人質做一個要挟，然後你只能夠，即是你只能夠，你跟他談判的時候，你只能夠答應他的要求，是吧，即是要希望他釋放啲人質，就他要乜嘢俾乜佢。即是去到咁呢，就話如果咁樣嘅政權，其實我諗那個歷史嘅脈絡好清晰嘅，你點能夠仍然有一個道德嘅高地呢？唔可能嘅。你點能夠覺得佢將來會，即係佢係一個即係代表正義呢，或者代表這個回歸呢，是一樣中華民族的統一，國土完整，是一些很開心的事呢？其實不是的。不過戴卓爾在他的回憶錄裡，現在我說戴卓爾的回憶錄，他就覺得去到90年代，因為他的回憶錄是90年代 寫的，那時候他覺得呢，如果中共在個經濟發展裡面跟國際接軌，佢係即係個經濟繼續增長嘅話咧，
他仍然好像當時的所有西方的、政治人物，包括克林頓總統，他們認為中共的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呢，民主化會出現，中產階層會產生。但這個呢，現在也都覺得連最後這個判斷都是錯的。1992年、93年的時候，那些、戴卓爾、克林頓、或者、當時的馬卓安，很多人都這樣想，但是現在過了20多年了，中國的經濟已經是翻了不知多少番，現在成為世界第二大的、國民經濟體系。習近平一人獨大，國內的、打壓呢是無日無之、他所有的、一個空殘的專制的獨裁仍然是在這裡，甚至是變本加厲，所以經濟的繁榮是不會帶來民主和自由化的，這件事是我想已經有定論的了。至於他下一步怎樣走呢，我們真的不太知道，但是我們看到呢，就是從這個歷史的角度去看呢，英國人是沒有真正出賣到香港，但英國人是做錯了一些判斷，在個談判道，尤其是麥理浩爵士呢，是出現了一些、冒險，如果為了冒險而付出一個代價，但是怎樣都好、無論你怎樣談判，最後你都是鬥不過他，因為一個人、表面上說、那個籌碼是他的親生仔，但他隨時可以殺死個親生仔，另一個人呢是基於他本身的良知呢，是不想傷害無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你是沒得談判，你跟那些